今晚的节目，谢谢所有看电台的大哥大姐，所有的老板，所有的理事会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今晚的第一位出场的艺人，我是雅雅，希望呢，今天呢安排的歌曲呢，大家都会喜欢，大家都会满意，特别感谢你的点歌哈，谢谢你的红包，可是你今天没有什么跳，感觉没有什么，因为今天下雨天，天气冷冷，所以没有什么跳，没有什么动。好，在此呢，雅雅呢也祝福呢现场的你们呢，祝福你们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，万事都如意。好了，听过了呢，是一首我们不一样呢给您安排的下一首歌曲。看到我们的老板们都有喝酒哦，来安排这首《干几杯》来送给大家，希望你会喜欢。谢谢，谢谢欣赏。 Thank you.
哦，你这里抢到一个 VVVIP 啊！哇，谢谢！好，特别感谢我们的幕后的工作人员，感谢我们跟戴丽老师，还有呢我们舞台灯光音效老师，谢谢我们林一峰。好，听过了呢这一首呢《单曲归功》，我们给你安排的下一首歌，阿米点的歌，七早八早就点了一首《拥抱你离去》来送给你，送给在场所有的每一位，希望你会喜欢。谢谢，一起来欣赏这首《拥抱你离去》，娟妮姐姐。我下次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再唱你的歌哈。OK， 谢谢。走。Yeah.